哎呦，我的 PC Home 家还有消费券呢，50块。准备下单。我下了这一支什么？Sony iPhone H9 无线降噪 WHG900N， 这把看起来还行。还有保固12个月哦。你来了，你来啦！最后下单哪个？索尼的。这种东西是不是不会24小时内到？不受24小时到货限制，哎，麻烦。还是直接去什么灿坤之类的就买得到。外送送过来，没事啊，我家旁边有全国电子啊，现在马上派人去全国电子看一下。Here comes a new challenger.难打，最近 DJ 变很多，难打。打 DJ 没办法，容易进墙角。
前本马掉了一点哦，点了又吃了 NL 哈，两场。十一场 NL 三分哎。突然卡了一下，游戏的分数变好低哦，四十几。完蛋 ！DJ wins。Round one。颜色怪怪的，有吗？看起来蛮正常的。一对空，他又没死掉。他那个安全掉了。现在就是有一点卡卡的，JP 超级不利 ，JP， 三七不利吧。要不是我今天耳机没有声音。刚刚一定很冷的电台。打 DJ 就是这样，没法多。今天刚好那个，看一下。今天等等有卡杯是不是？等下晚一点。也小伟十个月。卡普空 Pro Tour 弗兰斯 Spain Proton Top 16还有 Top 8。谢康听狗999，还有小伟。但那边的选手没几个认识的。
嘎桃猫46个月。YOLO 是啥鬼啊？现在就一直转这个头，看看能不能有一天把它左边的声音给转出来。你在场外PO一篇富甲天下吗？我不知道哎、欸，没有去过场外。那就主要 post 定那一篇吧，就如果大家有问题，我都会回在那一篇吧，因为现在也没有建粉丝团。BBQ 有机会可以挑战师兄吗？鲁咪要跟我打是不是？没问题啊，你跟我打一打之后，等等我带你去那个暗区再打一打。教你如何在暗区发大财啊！记得先下载啊！哎，你开了妖我，你开了妖我！完蛋，被这个怪兽给打死了！哭啊，这怪兽真的是惨。怪兽很常碰到。我记得这个好像是很会用那个两气的怪兽。哎呦，哭啊！哎呦，按错了！我被卡普空吃到200分，最近耳机在吃我分啊！哎呦，直接震喽！金石定我给几分？你说怪兽这个、啊，怪兽这个，哎，反正我从五代就看到现在啦，应该就正常分数吧，没什么新意。经典造型，它这个就是经典造型，是不是？反正每年都有。我们还是期待与加加九的联动啊！这个安妮亚老伤，五代被禁用的造型，这个比赛被禁用是不是？这个有点差太多了、啊。哦，换边，他该弄去招。
过来。突然在我面前丢一个怪兽是怎样？我们有看到鲁米有跟这个日本最强怪兽学习。你这样，你就是台湾四大怪兽了，这么强。那我来看看，先有僵尸吗？有哦，先打完暗区要打僵尸喽。日本最强怪兽鸡哥，还要换个节点。他昨天不是跟一个那个吗？跟另外一个 VTuber 吧。啊，有点内核啊，他应该也是送过来的。这是默默娶的老婆，哦，也是职业选手那个。
等我一下，我换个节点，这样该好一点。没有，他这个训练有成哦，看得出来哦，防守防得不错了。Street Fighter 6。等我一下，我重进一下。用阿丁 JP 打，丁毅就不练快打。不知道好白色还有没有在练。台湾拳史有人怪兽吗？台湾奥比杯前十的话，好像三个 Look 一个 JP 吗？大门不知道有没有进前，不知道有没有进前十。有 Chris Wang 跟右刚嘛，然后魔王好像第三名吧，然后卡卡米。找福斗当助教啊，福斗，福斗确实有很多绝招可以学啊。像福斗前一阵子，福斗很喜欢用复合指令啊。要跟他学的话，可能要弄一下那个复合指令。鲁咪会复合指令吗？以前五代也有了。就比如说，现在敌人要按这个绿冲，你按后后加拳头。那如果敌人没有出绿冲的话，你就会后后。那如果敌人出绿冲的话，你就会出拳头。这种复合指令，福斗很喜欢用。Street Fighter 6。就是有点像五代的后跳解摔一样，就是如果敌人出了摔，你就会出摔啊，如果没敌人没出摔，你就会出后跳。他那种复合指令要练一下。连线怎么怪怪的啊？那个算是一个基本操作啊，只是福斗特别喜欢用。我重开一下。阿翔哦，我最近有看阿翔打那个什么 Humanoid， 不知道哪个国家啊，一个那个什么，一个陆客。我那是香港的、啊，那个蛮强的、欸。基本上阿翔是被压着扁啊。Human Bomb， 不是 Human Bomb 啦，那个叫什么？哎、欸。怎么开始连线异常啦？又怎么啦？卡普空，M E N A R D，
这不知道什么时候打的，但我昨天才有看到他上传。等我一下，鲁咪，他现在有点怪怪的。有了，正常了，大概正常了。叫鲁咪还是咪苦？他的新名字不是叫鲁咪吗？两格啊、哦，两格就看鲁咪会不会卡了，不然也没办法了。现在感觉网络有点波动。僵尸会累格是因为更新的关系，僵尸还有更新哦。哎，对，算了，哭啊，再打一拳。上次有更新，不是更新蛮久了吗？上次大家都有更新呢、啊，哎、欸，变顺了，来吧，这是交战。Here comes a new challenger.只要有人用现代连段就高几率断线，现在还有这回事哦、喔。我很常被大招揍到的那一瞬间，真的。你偷偷的。Take 的，哎，我也来偷偷的给你一个。我们再换个节点吧。哎呦，这个跳出有料。有料归有料，但我又断了。哎，不行啦，再断一次就真的不行了。再断一次，我想我们今天是没有缘分的。我的网路可能被这个黑怪兽的气场给镇压到了。你竟然不买那个 skin 啊？还是比赛也有禁用？那个 skin 很强哎、欸，基本上买了胜率要高个20-30%。我听到声音了，阿杰这样灌小学篮筐有趣吗？小学篮筐，他可是冠军哎、欸，他可是那个哎、欸。师妹组冠军，我只能说这里99%的玩家都打不过。哎，对，又断了。你看他跟这个怪兽合为一体，没救啦！鲁咪没有缘分啊，连不上啊，网路一格线啊。现代断线的问题，该不会你打认可也会一直断吧？我不知道哎、欸，现在用现代会断线哦、喔。
你跟 JP 打都会，你说你跟 JP 打都会变现在这样，是不是？就会变成怪兽嘛？难道那个你昨天教你的那个也变这样了？我看他好像是一个还没发狂的怪兽。我去拿个喝的。快打少数的格斗圈少数的女选手，实力坚强，没想到你竟然可以遇到她。Human Bomb 的老婆是不是也会打？还是一个 coser 那个？还没说好，现代人爬不了分。你只要用现代连段，就会直接蹦蹦断线了。有这回事啊？56个月，啊、不是 啊，对面用了我当然也会断啊，他断了我当然也会断啊，说啥？可以啊，遇不到现代人那现在很好。那现在很安全，我觉得现在人蛮难打的。虽然伤害低，但连招是真的快，连招是真的快又准。你打起来很挫折，这游戏真的很难。你选到适合你的角色，你就可以感受到快乐，不然就选 OP 角。格斗游戏本来就很难，前几天不是1900了吗？前几天都2000了，出了点意外啊，网路有波动，这耳机怪怪的。那天好像师傅来了之后，那个分数就开始怪怪的、欸。突然都排不到啊！发生连线错误。
支持紫喵喵的男朋友是大凯还是 YOLO？ 紫喵喵不是说他可以吃很多个吗？他吃很好啊。男朋友而已，没有关系啦。大家都是好朋友。我要调三到五好了。新手刚开始只练 auto 连段吗？你可以去那个啊，你可以去训练室把那个连段挑战给按一按啊。我不知道，他应该不会出一个现代模式接不了的连段吧。你就那边用了一两招，拿起来用就 OK 啦。基本上一两招用到底啊，摸摸拳脚之后再看看啊。力回系统面的东西还是比较重要的，连段都是辅助用的。很多用不到的连段，它也不算是用不到，它就是告诉你。这个可以接这个，它其实在某些情况会是有用的，就是你可以在一些新的连段中加入。它有些连段是起手很不友善而已。对新手最难的就是轻拳起手的连段，因为轻拳的反应时间太短了。反正前面大家也不太会防御，你就直接重拳出击就好了。长生绿冲指令头，我只能说我这个基本功打得扎实就没有问题了。对，上大师很简单啊，上大师也才前几趴，才现在有3%的玩家是大师吧，很简单的。防御要怎么练？他打上面你防上面，他打下面你防下面啊。练习的连段有用吗？有用啊！终极连段那边就开始有用了，其实都是有用的啊，只是有一些你一开始用不到啊，大部分都是有用的。哟，怎么啦？怎么一直连不上？今天工伤还有5米合体嘛？那肯定有。
哈普空还我分。Here comes a new challenger.哎呦，完了！一平拳，再来一次。马里莎，马里莎真的恐怖啊！他一套连段，伤害是真的恐怖。好啊，这么飘哦！卡到一个不行。亡啦，要死啦。阿普空欠我的那可多了。剧痛都能用二 MP 点掉吗？理论上都可以。除非你刚好躺在地上之类的，或者刚好在做别的事情。上一波就应该把他带走，多打了一波。上面出现四伏是正常吗？这个人网络很不稳哦。哎，哇，还想来回复这个拳。哇，又那个，哭啊。
刚慢的，他刚慢。怪怪的，我只能说怪怪的，但我先去拿个线索。